兄弟们，现在咱们在华强北的国产级批发市场，这个是7楼啊，是一个平台，上面都是背包客在这里休息的地方。今天我带你们看看这个国产机的水有多深，特别是这个华为啊，像你们在网上买什么99星、电池100的那些华为、三星啊，10%有9个啊都是翻新的，你们信不信？都是些直接换屏幕的，你们都看不出来的。包括像我这种老司机都有40多时候。就是为什么说华为咱们不卖国行，咱们只卖外版的。如果说你想在华强北入手一个99星电池100的机器，我劝你还是算了吧，买个小花机还可以。国行的，国行的我跟你说，冲新机几乎为零，基本没有，都是一些大花机翻新好的。因为这个华为的翻新也非常简单，只需要安装一个全新的国产的总成，主板一扣，后盖一粘就 OK 了，就这么简单，不像苹果机那么复杂啊，是吧？要找什么原装壳。这里就是华强北最大的安卓机批发市场，也是新手小白交学费的地方。在这里啊，不管什么机型都有，但是呢，质量方面就需要自己来鉴定了。机型呢虽然很全面，只要你能报上来名字，这里基本上都有，但是呢，真正的原装量货却不多。比如这些 Mate 30 Pro 堆积成山，到处都是啊，外观完美，电池100，国行双卡，这都是一些什么机子，兄弟们？但凡在华强北做的比较久的兄弟们，心里面基本都有数，只不过是为了生存没办法，选择了沉默而已。与其选择沉默，还不如把真相告诉客户，这样才能够良性发展。